价值9亿6千万的翡翠观音在浙江普陀山落成。这件翡翠观音由中国玉雕百花奖金奖获得者赵敏历时3年雕琢而成，高3.3米，重达3.9吨，体量巨大，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翡翠观音。只要经过强光照射，菩萨通体呈绿色和紫色。这尊翡翠观音原石出自缅甸翡翠坑口，重约30吨，质地细腻，色泽亮丽，后几经专家研究论证，认为其纹理、颜色、雕琢观音宝像最为合适，后请普陀山大师鉴定考证，确定按南海观音形态以10:1的比例雕成翡翠观音像，供奉于南海观音大殿内。后经国内专业机构评估，这件翡翠观音评估价值为9亿6800万元，打破了翡翠的最高纪录，可谓是